当这个无论倒位妈祖拢足灵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大家拢爱啊，受到妈祖的保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的妈吼，啊，咱。咱白沙屯嘛，啊，花坛分会吼，甲咱精神三会啊，共同来发放咱这个冬令救济的活动啦吼、啊。总共发放是170户，啊，所以咱非常感谢咱这个花坛这个白沙屯妈祖啊吼，啊，来这种善举啊吼，我想啊，宗教的精神上重要就是爱关心弱势。啊，在民间遮个啊，善心人士啊吼，拢真有心嘛吼。啊，咱政府的资源实在有限啦吼，啊，拢透过各种民间的力量，共同来关怀啊这些弱势的民众，尤其在冬令的时候，大家拢真寒吼。啊，在即个真困苦的时阵，大家当然想到这个弱势啊吼。所以这是值得咱大家共同来响应，来给伊感谢。所以咱在此一下感谢咱花坛白沙屯阿妈做这个分会啊，对这个冬令救济的付出非常感谢伊。今年吼啊，咱这个彰化市来发放吼啊，已经是上尾站吼啊，有这个十一个乡镇吼啊，今仔日啊，这个彰化市来做上尾站啊，来发放已经完毕啊，吼啊，总共做有超过500份的这个红包。啊，发放的方式吼，就是讲，阮有这个彰化市河尾啊，甲分园啊，这三位啊，有来改做定点来发放这个红包哦。啊，其他就是阮这会友啊，大家亲身摕到厝的哦，啊来发放哦，遐个哦，遐个民众安尼，谢谢。啊，咱哪有这款的想法？啊，咱主要发放的对象是用什么款人？哦，这吼、哦，这就是迄个受到妈祖婆的这个慈悲心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才会回应啊，这共同的想法啊，所以讲，才会来做到这个慈善的工作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咱来、邀请到这个精神的会长吼、哦，啊，社会来协办着这次的活动。啊，都有这个机会吼，啊，接你忙到啊，想帮忙大家。是大，较好对这个年度的，啊，所以讲，甲妈祖会，共同来，办一个好的活动，然后送一个红包，然后去过年，然后，这些合并来说，会啊，让那个老人就是这段期间，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那兑换日期是到年底截止，谢谢。哇哈，人安尼足最大这边用地，安尼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暗时，尤其是暗时。